喜欢张立东是因为他超会撩妹的，对吧？他很愿意扮丑啊，他需要扮。原因出现断水流。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说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立冬，哦，在哪落枕了？不是，我的背好像晒伤了。怎么会晒伤嘞？好像晒，因为我想说，就是帮那个环境美化一下，我带人去那个海边那捡烟头。净滩哦。对，我去净滩。哇塞，森娜，你现在是堂堂大明星，还去做公益？我喜欢这句。哇塞，你还会带人家去捡烟头？你说什么？带人去捡烟呢？再说一次。人去捡烟。人去捡烟。那这我们主题嘛，这主题就是兄弟人气节日，我们花收都是他在扛的。人气节 ，OK 啊，你们的发想我觉得很棒。But 可不可以不要混？这是几不掉啊？然后念那个永远没有念到一个 OK， 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给我们一个节奏会念得更好。而且今天终于来了，怎么来？来什么来？来哪一天终于到了？哪一天呢？演员来了，就是我们大家兄弟，鸡来了，就是、对。亲兄弟要明算账的，要明算账，干嘛？说不定今天之后，对啊，哎，谁站着谁坐着不知道，六弟变大哥，哎，就比粉丝啊，今天自己人气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没有在比粉丝，什么意思？我们比兄弟多的。那你们两个玩看错了，大哥不好意思，小弟不懂事。不过说真的啦，就是说你们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在路上就被粉丝认出来？先从上个世纪啊，上个世纪，屈哥是在几岁的时候开始被人家发现你是刘承哲？不是，没有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拍一些电视剧，宋少卿很容易拍一些电视剧，很容易就被人家认出来。对，但是真正喊得出我名字的是，我应该是得奖之后。得了金钟奖之后才喊得出名字，那是很久的。那时候我都开 OD 嘞。对啊，因为比如说我以前拍那个什么电视剧《杨贵妃》什么的，你就是哎，那是板儿那个太监，讲剧中的名字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真正喊出屈中恒这三个字是得奖之后。那时候几岁？那时候已经入行15年了，33岁。真的。33岁就得金钟奖，他的意思是这个。是啦，绕着一个弯，然后这样，厉害。那翔哥，我也是拍完那一部戏，叫做《花样少年少女》，然后那时候是跟吴尊跟 Ella 一起拍的。哦，那偶像剧的关系。吴尊，吴尊是真的吴尊，不是假吴尊啊。真吴尊。对对对对，就拍完那一部偶像剧，好像后来人家才知道有号角响起这样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？其实我，因为我们两个，其实我们两个应该算是一出道就是被叫出来。对啊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叫出来打的，因为我那个节目蛮红的啊，对，那个选秀节目还不错啦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，我那时候一下节目走出去，大家都立冬，立冬，立冬。哦，他说今天立冬吧。不是，但后来发现我是因为名牌没撕。那时候入行就差不到一年。嗯嗯，那你也是？哦，我算是，我就是最近一次被认出来是上个礼拜。啊啊 ，OK， 这不是重点，我讲的是，我第一次认出来是在我们家那个路口，我去康斯美要买牙线棒，多久？然后突然，先生，6年前，你没有买单，就是也是那个6年前魔王大道，然后就有一个阿姨就专门停在我旁边，然后把帽子拿下来说：“森塔加油。”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对的？对啊，就不然今天怎么会跟哥这样子平起平坐？对，因为很多人平起平坐，对啊，你默默的接受吓我一跳。没有，你从现在开始半蹲着，谁可以平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很多人啊，哎，你不要看，你们算幸运的，很多进了这个演艺圈之后，很多很多年，你看他到33岁才被叫出名字来，对不对？但我们今天呢，就是每一个人都要。有粉丝来支持我哦，啊，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来了 ，OK， 太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先要这个大家评判一下，哦，评判一下。那请问他们四位，这四位是也有评审团，我们评审团，评审团，好不好？我们评审团强啊！今日美女评审团第一位演员，演员，哎，演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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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问你那三位是？34、1、24、35。一有，那可以当评审，可以，够格，够格。请问一下星座。
天蝎座，血型，血型 AB 型。哎呦，天蝎 AB 啊，聪明，聪明，厉害了。哎呦，第二位的名字非常怪异，就是怪异。为什么要叫鸡鸡？因为是机电系的嘛，对，机械群机电系这样。三位是，三位32D 24 33。星座也是天蝎座，血型 A 型，聪明，更聪明，没有了。好吧 ，OK， 我来下一位，子涵。嗨。三位是32D 23 35。心情为什么这么不好？对啊，就长个脸臭。天生哦，天生。臭脸 OK 啦，臭脸可以的，嗯，好，可以的。接下来这位是陶心宁，哎，心宁，心宁，3 2 1 2 4 3。请问星座是？天秤 O 型。OK， 你的星座是？牡羊座。哎呦，牛，就讲好四位评审团都要穿红色衣服来。是啊，开玩笑，够红啦，对，要够红，要够红。那请问一下啊，你们觉得今天谁的粉丝会来最多？同理可证，谁的粉丝会最少人员？好，你觉得谁最多？我觉得是鹏哥。我跟你讲，我个人刚刚一开始我就讲过了，我没有粉丝，我只有兄弟。但他觉得支持你的兄弟最多。你为什么觉得我最多？因为我觉得鹏哥很幽默啊，然后连我都会喜欢上的那种。嗯，你怎么表白嘞？评审团怎么正飞啊？不能这样讲。穿墙角，哎，是评断我们五个，不是选你喜欢的菜。对啊，对啊。最可怕的是自己就最少。谁最落赛？我觉得是森达哎。为什么？森达？因为我觉得他人就是不好笑，人不好，看起来就是有点冷酷型的，不好亲近，不好亲近，对，会不好亲近。我跟你讲，艺人在这方面来讲会吃亏，是要求饼，求饼。对，像对，好，那你觉得呢？鸡鸡觉得谁最多？我觉得翔哥应该也蛮多的，翔哥是最多的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是，对，翔哥，翔哥，翔哥不得了，翔哥，我跟你讲，他的经营粉丝是用生命在经营，对，而且很亲民。我前几个礼拜才遇到他，在哪里遇到？他也是荣登我今年遇到最多次的那个艺人。对，哇，我好荣幸啊！哇，你不出外景，你这么幸运吗？没有啦，我那时候是真的是在高雄出外景，是，我也是去那边工作。好，你冷静，你冷静。好，那没关系，你慢慢讲。你觉得谁最少？我觉得森达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单眼皮，也不是因为眼皮，单眼皮是单眼皮，不单眼皮，不是因为眼皮啊，是其实话也没有到非常多啦，是话太少，对，也没有到很。如果他的这个理论来讲，就是我们两个在伯仲之间，有可能也不是他讨厌处女座单眼皮。哎，不是啊，你们怎么一直想出自己的问题呢？你们怎么不想想是这种评审团的？对，有道理哦，个人意见而已，个人的，个人意见。OK， 好，来这边，请问你觉得谁最多？翰哥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啊，我也超喜欢你的。谢谢。哇。哎，你们这样搞得不公正，你搞得好像好，我这个在问，对不对？裁判兼球员，球员兼裁判。你喜欢一个人，可不可以笑一下？我超喜欢你。对啊，没有，他刚刚讲，其实我很喜欢，很浓烈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请教一下，你觉得谁最少？立冬，对不起。立冬，对不起。你觉得是立冬最少？我觉得是立冬。让他面对，让他面对，为什么？哎呦，因为喜欢你的应该。想揍你，不会想过来，喜欢你也不敢出来的意思，不会想过来是不是？不想承认，不是，他都喜欢，不是，难看，就是播出以后就，也很喜欢你，不想承认，喜欢立冬，他不想跟你站到边。立冬其实他是确认确认，是，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立冬摆臭脸，转身摆臭脸，给大家招待一下，一二三。臭脸嘞！我不知道怎么摆臭脸，你看着摆不出来，没有架子啊！怎么无耻的一个家伙，会接梗？来，觉得是翔哥最多，对，翔哥不得了，翔哥是用生命在……哎，我讲过了，讲过了，对。那谁最少？我觉得曲哥。对，因为他比较，对的，因为他吸引的粉丝是比较内敛，是不是？然后成熟稳重，可能就艺文派的，对，比较害羞出门。我是剧场的，跟节目不太一样。首先欢迎，我跟你讲，各位，谁的？翔哥，欢迎。哇，哎呦，哎，好多好多人哦。不要假装啊！不要不走后第二波。哎，翔哥，哎，有，哎。
我也这已经是高标了，很高标哎、欸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哎、欸，评审怎么也混在里面啊？我也是啊。哦，他也是、啊。你先回座。其实对对对，其实不管今天人多不多，只要有人来，老师这音乐，我们都很感动，好凄惨的音乐。我们很感动，我应该没了。照片这样捧着，拿照片，不要捧着好不好？粉丝请进场，干什么？哎，这个梗应该后面都用得到，后面每个人都有。没事，如果我有粉丝照片收起来。好，来，请问你们一个讲啊，你先开始，你是您贵姓？我是凯撒琳。凯撒琳 ，OK， 凯撒琳喜欢阿翔多久？哦，蛮久的嘞，因为我知道你是从校花冠军出来的，然后之后就是到时尚玩家，嗯，对，然后虽然现在不太没有在，没事没事，但是希望还是之后有机会可以看你再回去，好好是，对，然后就是像我之前看时尚玩家，我特别有印象的是你去希腊的那一集，对对，然后我后来我自己有机会之后我也真的去希腊。你有去那两个小岛吗？有米克罗斯，对，跟圣托里尼有。然后我还特别下载那个时候的影片，在飞机上看。哎呦，哎、欸，感觉是跟他同游，跟他去，对啊，就是感觉说我们有一起去希腊玩，不同的时空，希腊，同样的地点，很浪漫，太亲了。所以我们去的地方你都有去，有去吃龙虾意大利面，有，然后还有骑驴子，对，骑驴子，好危险。哇塞，那你喜欢他的真正原因是？我觉得他很努力。这是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就是尊重长辈的，嗯，对，虽然会就是一直做效果什么的，但是还是不会说太超出自己的本分。嗯，他看我看得很透彻，我就蛮欣赏的。也就随便导师，很有研究，很有研究，谢谢谢谢，真的很棒哈、哦，真的是粉丝。真的，那你内心有没有一句话想要给他想？希望就是可以好好的努力，然后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，因为你会一直想要去扛住时间。这个会走，一定会发麻，真的恐怖哦。他好像就是生活在你身边一样的一个朋友这样。那请问一下，你聘请俩搞的盯他盯多久？哇，好了解哦。我家没有第四台，所以我都要去网络上看 YouTube。对。第二位你好，康哥好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就是这样，对对。你喜欢阿翔多久？我从高中开始看他，你现在是高二。就看这么一年，新的粉丝，而且已经平时喜欢的哦，大学，你哦也好多年了。他什么事情这样吸引你？我觉得他看起来很善良，善良善良。那请问一下，我们这里面谁看起来是邪恶？直接讲是没有关系的，对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。邪恶就是感觉啦。我们这边是脱邪恶的，我们没有在什么不太可信的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森达看起来蛮凶的。三打还蛮凶的，蛮凶的，蛮凶的。你看你不可以讲，作为艺人，老 K 脸，对不对？因为是什么老 K 脸？你是想 K 了？想 K 脸。好，很棒很棒。接下来，雨桐，哦哟，他还穿雨翔哥的那个，穿的铁粉，谢谢。这个铁粉，杨宗的铁粉，真的喜欢他八年了。哇，八年！手上那个是什么？那是第一张，笑一个。第二张，第二张，笑一个。哦，那时候你还很清纯呢。现在也差不多啊，是那时候比较胖哎。对，这张叫肉感。哎，各位，照片都会骗人。白，哦，你每一张都有几乎。哇塞。哦，这张铁粉，铁粉。其实阿翔是帅帅，太夸张了吧？他没有发到三，有。你有发这么多？三张，然后一张是单曲，交友交很久是第一张。哦哦，这是叔，他这是叔叔，叔叔。他怎么吸引你的？他就是温柔与魅力的眼神，帅气亲切于一身。哇，这个都是他控制你要讲的，这是古迹导览嘛。OK， 那追了八年了，今天呢，他收藏了很多你的周边啊，嗯，可是你今天还是要帮他完成一个心愿。什么心愿？就是把阿翔的唇印印在手上。哇，唇印印在手上？嗯，印在他的手上。我的。当然他的，那我的。真的。这个当然没有问题啊，而且他马上去割皮，割下来的。那没有镜子，我看得到吗？可以的。来，哇，哇塞，哎呦，老师你还找得到我的歌啊？哇，好厉害啊！哎呦，这边，好有，哎呦，你看这个唇形，哎呦，像女。
女的，巨星的唇形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要好有心愿，有心愿。对，要好今天什么样心愿啊？想要完成。因为之前翔哥在国光有很多称号嘛，是电视笑话冠军，冠军泰国人嘛，那都是康哥风的。我最喜欢是内裤王的称号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我最喜欢这个称号。内裤王。今天很荣幸能来到国光，你要干嘛？看到翔哥，那个不是，麻烦你帮我拿一下。哦，帮你拿一下麦克风。内裤，前内裤，你真的带？还有你牛逼！你真的带内裤来？啊，你这个是没穿过的吧？对，我今天早上有洗过。啊，今天早上有洗过。穿过的意思。好，帮你拉一下，拉平拉平。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签名签在内裤上面，好酷好酷。内裤王感动人，真的哎，太酷了吧？那你要写内裤王。旁边写内裤，竟然承认自己是然后内裤王，谢谢翔，谢谢翔哥，谢谢翔哥。哇，签名竟然内裤上面。等一下，颁奖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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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恭喜你获得签名内裤一纸，手签内裤。好了，谢谢谢谢，先穿啊。凯撒琳也有心愿，凯撒有心愿，他就想要。你是带要签也是要签吗？他是丁字裤，你要。可以拥抱一下吗？哎呀，可以啊，这大可以啊，真好，这可以可以。好，老师音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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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。好的，阿翔自肥专案结束。这是自肥，请坐。好，谢谢你们了。谢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看愿望达成。什么？各位观众，因为我们没有粉丝了。所以我们这一集就做到这。真的假的？所以我们现在后面很多。我们现在等刚刚那些粉丝去换装。对，这不要说出来，不要讲出来。哦，就出来演半老头。你刚刚不是内裤王那个？对，欢迎森达的。我的阿英。哇，哎呦，美女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，很多哎。你不是唱好吗？哎呀，还假装后面还有人，是不是？可爱可爱，哎，哇，美女啊！哎呦，四位，自我介绍，预备起。我是阿强，森达的粉丝。你是阿翔，森达的粉丝。阿强，阿强，阿强，我叫阿强。怎么会喜欢森达呢？我觉得他蛮无厘头的，很好笑。我是真的粉丝。对，我还学他去留一个胡子。三羊胡，三羊胡，森达胡。这不是一朝一夕流出来，少说流两个月吧。没有，大概从你从魔王出来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就不见了。你在魔王就流蛮慢的，对，那时候就有。那你觉得他的很无厘头笑话吸引着你？对，他就是很莫名其妙，不知道他在干嘛，可是就很好笑。你懂我。OK OK。哎，你好，自我介绍。我叫韦恩。他吸引你哪里？他就是讲什么讲笑话都不会笑，那个脸冷面笑匠。不是冷面笑匠跟讲出来不好笑是两回事。有一阵子好笑，有一阵有偶有渣子，所以你觉得他的笑话还是好笑？好笑，喜欢的是比利东好笑。比利东好笑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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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再招待你八十。好，谢谢。美女美女，你怎么会？是美女粉丝，美女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蔡子瑜。哎，你好，子瑜。子瑜。那请问一下，你喜欢他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森达他很会搞笑，然后就是每一次看到他，我都觉得心情非常的好，然后非常的感动，然后就是会很兴奋，很兴奋。我还兴奋，我还以为这个兴奋感只有我有，你也有吗？嗯，对，没有人在对粉丝这样的。对啊，你肯定走过去要干嘛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这一位，无子枯木，还真的给我捧成这样。来，你为什么喜欢杨森达？我先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追他，是从就是森达开始就是在魔王大道的时候，因为我妈妈非常喜欢张学友，然后我们就是注意到这个人在模仿张学友，然后我们就有特别的就是去关注他的表演，然后从此以后就是深深的非常的喜欢森达的表演，然后在看电视的时候转台转到他就是直接锁台，就是就我就不转台，我就一直看这一台，我直接锁台，泄密码。谢谢伯母，谢谢伯母支持，谢谢。OK。
今天每一个人都想要跟你完成一个心愿。哎呦，首先第一个心愿是非常奇怪哈，就是希望森达帮我止痒。止痒，止痒，强，我要抓他是吧？杨森，你神经病。久久没看你演个少熙，哎呀，你说的是景甜啊？我告诉大家，跟着走，他跟着走。我澄清一下，我没有酒驾，我只是吃姜母鸭，而且景甜，我嘴里吃的是姜母鸭，我心里想着你呀呀呀！没，他现在想别人了，想别人了，结婚了，搞错啊！小粉丝，好想你啊， okay. 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哪边揪啊？帮你揪一下，这边。什么？你眼镜调得回来吧？哎呦，换边，打一下就回来，打一下。对，喜欢第二位。对，刚刚他说，哎，你笑话比张立东还好笑。哎呦，立刻来一个招待啊！你是这样子的，好，就是啊。有一天，有一个男的，他很开心，找他的朋友说：“哎，我跟你说，一天的好消息，我终于不是处男了。”然后朋友说：“哎呦，这个太值得庆贺了！来来来，我们坐着慢慢聊。”同学说：“抱歉，我现在还不能坐。”他是看他的反应。天底下的怪人，永远不会只有一个。哎呀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张立东要不要要套一个吗？要平反一个、啊，当然要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来，生气了，来，刘天啊 ，good luck， 小叮当啊，他觉得他自己变美了，他就决定他不出门了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小叮当变美就变美叮当，美叮当，他们有在忍哦。有人啊，那我问你，不好说，不好说，再来，没事，你看过很多电影嘛，我有电影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走心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因为待会搞不好你粉丝在，你还要没事的，你还要六个戏头上，现在先让他拼完这一把，好，让你发挥，你有看过电影吗？有，那个动画片，霍尔的移动城堡，有，对不对？那他的第二集会叫什么？不知道，霍尔的两栋城堡，好在的，没关系。还有电影嘛？你有看过吗？奇异博士那个漫威的大奇异博士，奇异博士，你知道他成为奇异博士的之前，他是做慌了，发抖，气到不知道，不知道对不对？奇异博士的前身就是奇异硕士。哎呦呦呦！好，你再忍，我操，我快忍不住，还是不笑了，你笑一下，你就笑一下嘛，没事，算了，我叫你翻笑话，不是那个是第三集、第四集要用，不错，可以了，起码现场三四个人笑，对 ，OK， 好不好？接下来你的心愿是要跟森达呼呼，为什么要给他呼呼？不是呼我巴掌吧？因为最近好几期就是国光感觉森达的表现不如以前，然后我跟你解释啊，因为有几集他是怎么了呢？他是发高烧，然后有一集没来是他录到一半快晕倒，我们叫他去打针，然后打完针回来之后呢，打错了，打了乖乖针，人就说好乖哦，来一点武器都好乖啊，他那天是生病。那你看到那集，你刚好被你看到，就是他生病那集。然后，身为粉丝的我就觉得说，你那一阵子是不是心事很重，或是心情不好？然后我一直很想知道说，森达就是你之后还会再录国光吗？你要我讲，其实这是什么节奏？这个问题好刁钻、啊。那我前面我没事。那你回答，回答，要回答。当然会。然后如果真的有一天没有主持，我希望是我大概六七十岁的时候，那时候看大哥带我们走到哪这样。走到我那时候只能带你去极乐世界了。那你还有什么话要讲？你还好吗？因为我很想帮你呼呼。对。好，等一下。然后，该这么突然。帮你呼呼可以吗？好，这什么？好，怎么呼？就是这样子啊，我帮你呼呼。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好，好，好，给他哎。
谢谢你，就是哇，就是这是什么桥段？哎，可以拜托你也喜欢我，谢谢你，哇，不行啊，哎，他的鼓励好直接，好正面哦，真正，我就充满了能量啊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往往是这样，这种呼呼，大哥看到就要分一杯羹。黄色，还有什么？那个什么？还有来，就是因为这一支礼物啊，是我想要送给你的。然后他这边有一张纸条，我希望你可以帮我念出来。哦，好。对，在他的屁股这边。从他屁股抽出来。嗨，亲爱的森达，我很喜欢你的自然不做作、真性情，还有你的搞笑一直深植人心，看到你心情都会很好。希望你可以继续努力，然后加油。我很欣赏你，你真的很棒哦，爱你的子瑜。献花，这个姑娘，哇，感动吗？很真诚哎，真的，谢谢。棒，回，哎，这张纸条你回去要好好的，我把护背起来。护背，对对对，谢谢。你要抱着这只猫这样睡觉。好，要这样睡觉。好的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谢谢，哇，很温馨。他很爱你啊，应该是单身哦。我单身。难怪。单身。我接下来要唱歌了的。对，麦克风。可是我现在很感动。麦克风。我现在很感动。为什么？因为刚刚森达他说他会就是主持直到他60岁，然后我听到就很想哭。哇，感动。神奇，你现在跟我合唱吗？没事啊，大哥冷静，时代在变，等一下就换你了嘛，先让我开心一下嘛。那要唱什么歌呢？我们要合唱张学友跟许慧欣的歌，叫《流星下的月》。哇，经典，许慧欣。我怎能不相信飞舞的流星，展现为了实现我的音乐的。那后面那位怎么办？啊对啊，你怎么没有公主抱？对啊，嫉妒哎啊！不公平，不公平！人家不公平啊！来来来，就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。哎，对，森达我爱你。谢谢。哎，来一个吧。就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。哇！森达，我来扶你。谢谢。来一个吧。啊，你也要抱吗？就让我们一起闭上。哎，不是，你比较表演欲。眼睛。哇！太棒了。谢谢，爱你们。好，谢，麦克风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今天他做的扎实哦。刚才这个粉丝见面会很老派啊、哦。好，没关系，各位观众，因为啊、哦，你知道时间够长的时候，我们今天进行到这，进行到下集。接下来是谁？阿友不得了，谁？各位，哎，收起我们欢乐的心情，哎，文青的，好，文青的世界来了，来欢迎曲哥粉丝，欢迎哦。哇！真的文青哎，喜欢你的都是男生哦。对呀，哇，帅耶！帅！来，来第一位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蔡宗彦。蔡宗彦，你好。嗯，那请问一下，你怎么开始注意到你？没有，我是看曲哥演的电影《运转手之恋》哦，哦，好久了，18年前阿迪，2000年。嗯，那今天想跟曲哥来一个亲吻？不，哦，不是啊，你三思啊。
他讲重听曲歌原音重现断水流大师兄愿望就对了，愿望心愿。我记得是林国宾演的，对不对？那个角色是林国宾演的。对对对对，台词已经帮你准备好了，怕你忘记。去，我现在开始了啊！不要看你，不要看你。不是，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说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好想不要叫乐色，太棒太棒！我年轻的时候配音的。好，下一位，不是你来我们节目，你谢谢中天干什么？大家好，我叫谢中天。名字叫谢中天。我看国光十年，然后我喜欢看那个曲哥演状况剧跟那个模仿。模仿啊？对对对。我有模仿过什么吗？有有，有一集那个来宾是赵正平跟丫头，然后你就模仿赵正平跟丫头说：“丫头过来，叫两声来听听。”原外模仿赵哥啦，你模仿赵哥喝醉了，是是是，对对，他在一起喝了。来，你模仿赵哥给我们听听。好笑啊！你这不好笑啊，这是。叫两声来听。叫两声来听。中天，中天，过来。是是是。叫两声来听听。叫什么呢？叫。叫春，没事没事，但他今天还是要你这什么东西啊？我今天带一个家里的那个大海报，然后要请那个曲哥跟康哥帮我签名。我们什么时候出海报？我不记得，还是他自己？哎呦，很大，这个有年份哦。来，哎呦，哇，这超久的，他自己做的，哇。他自己做的对不对？自己输出，自己输出的，对对，自己做的。哇，要放地上吗？还是怎么签？放地上。现在我在放地上比较稳吧。好，来来。那现在什么画面？观众朋友转过来，文青干嘛？太文青了吧！太文青，太文青了吧！好，来做海，来，谢谢谢谢。我也要签，当然有你啊。对，好年轻的康哥。而且还有围观的路人。对啊，哎，人家是在冲啥货啊？不知哎，在这点钱，那你这个放地头卡？是，可能新的才艺吧。哇塞，这真的是一开始。哇塞，好久啊！意义非凡。来，哇！谢谢。那个拿去后面。对，我们拿去后面。来，不要折到会粘到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下第三位粉丝，你好，你是。我是国志。那今天跟粉不不，不今天跟曲哥有什么心愿？对，谢。因为我今天也是在感冒，吓到。你什么心愿？握个手拥抱一下 ，OK。哎，这简单吗？所以我的粉丝都是理性。理性。我以为说曲哥这个今天有心愿什么，拜你个粉丝。好不好？来，去。谢谢，欢迎立冬粉丝。立冬粉丝来了，哎呦，立冬的立冬，哇塞，还没走完哦，哇塞，厉害，哇，顺摇的，太棒了。我叫顺尧，你好啊！我把张立东当我师傅，他是我的偶像，他是你师傅，所以今天弟子要参见师傅了。对，因为我希望他可以亲自现场帮我示范怎么撩妹。哦，不行。好啦，他这是很有，是从哪里来的？跟你一样都台中。台中，所以你是特地上来？没有，我刚好在台北工作。没有，你要说你特地上来。好，那今天特地上来。师傅就帮你选一位美女，好，现场让你看师傅怎么样撩妹。好，那就选远远好了，来，哎呦，还是在挑，还真的挑了，是因为他笑熊远远很久，没有，来，他喜欢叠字的，对，什么熊熊啦，远远啦，不要提过去，不要提过去，好，来，一被弄走了，这个东西128开根号1980，这个算是。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难解的一个算式，哎呦，至今无人可解。但是今天遇到远远，这个算式迎刃而解。哎呦，怎么会这样？直接有答案了。为什么？遇到远远，这个算式
帅是变成什么？怎么样？哎呦，哎呦，有没有念出来 ？I love you。所以说这个算是什么意思吗？嗯、你算是我女朋友。哎、其实这个还好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啊，很可爱、啊。你觉得你觉得棒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超厉害。师傅功力怎么样？超强，超强。应该诚恳一点，超强。蛮敷衍人的，蛮厉害啊！我相信我们之后徒弟越来越多了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来。他们有时候当徒弟吗？所以你喜欢张立东是因为他超会撩妹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上节目也很认真啊，认真。他哪里认真？因为他很愿意扮丑啊，像丝袜套头。丝袜套头，他需要扮。老师，主题曲。好了，今天露一招给你哈，嗯，到旁边缴费5万。不，我要先。还有，在你眼中他是帅哥吗？嗯，就是好看的人。好看的，好看的，就是我的确是好看。娱乐公司，好看娱乐公司啊，李冠勋啊，他帮你出书啊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什么意思？他帮你出写真集。为什么？来，你为什么要帮他出书啊？因为我很欣赏你讲的那些撩妹还有干话哦，那我觉得你敢直接讲干话，他是美籍华裔，我都觉得那个有点扯。你是美籍华裔，嗯，哦，那我觉得有点扯。那因为我现在还没有钱嘛，那我明年去读完，去美国读完大学玩，希望赚到钱可以帮你出书。真的假的啦？厉害、欸！干话，你在讲干话还是讲真的？这一句就是干话，真的真的真的。哎呦，你很流行哎、欸！念完书，我的粉丝也是很有 sense。我写。你都在哪里看国王帮忙？网上我都在 YouTube 上看。YouTube。那你接下来要去哪里读书？美国没？美国哪里啊？不能聊天。去加州或是 Florida。哦、oh, ，Florida， you know， 都国际化。OK， 啊，你开心就好。北京啊，你来了，讲什么英文的？Next year， next 哦、year。OK， 好，谢谢、yeah. 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哎、欸，不得了了、哦！粉丝的刚刚应该有13、14个吧？最多人呢。现在节目录到这里。嗯我完全，我觉得我今天是活动主持人，我今天是帮各位在见面会哦，我做了1、2、3、4场见面会了。好了，后面我们帮你做嘛。对啊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对啊，把场子做大了，场子转，欢迎欢迎，清空喽，康哥粉丝，来欢迎康哥粉丝。哦哦，康哥。你们要多少钱？我先给你。对啊，好来来来，哪里钱？大家讲好了，穿黑色的哦。你没有拿麦讲话，讲，你刚刚。有，开了。就这样。1、2、3，干什么东西？好凶啊！真的是，就你说的啊，你没有粉丝，你都是兄弟、啊，都是兄弟，大家都兄弟。不是，我还要再跟各位这个呼吁一件事情啊，就是我也很希望跟这个各位粉丝互动，但是我们的互动呢，都止于干什么东西。我只要播什么，像我那天都播了一个鹦鹉，鹦鹉干什么东西？鹦鹉遇到康哥之后学会的第一句话，干什么东西 ？OK， 很棒很棒很棒啊！请有黄子。你以前是我员工啊，我是 A-Team 啊，你是我 A-Team 的员工、啊。对。最近这个 A-Team 解散以后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去做吃的。哦，看得出来啊。现在做什么吃的？讲讲。在居酒屋，在延吉街。那个很棒的。那你好久不见，真的。对啊，有什么心愿吗？有什么心愿吗？对啊，你要亲密互动还是怎样？就送你个小礼物。不是，认识，请送什么？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哎呦，那是什么？那什么啊？那个粘老鼠的粘鼠板，粘鼠板。我跟你讲，我说真的，嗯，我连看到这样我都会不舒服。都是哦。对，就是我真的很怕老鼠。赶快把它拿走。就很怕老鼠。对。没关系。你完蛋了你。哇！我跟你讲，张一东，我待会就粘你。哎呦，你真的很敢哎！他们给我，我是工作赚钱。那说实在的，你们真的很敢。所以你送我这个粘鼠板，嗯，我告诉你，
太感动，属于你。我给你保证，有两片，一片在张立东的正面，一片在后脑勺。谢谢。好浪费。我们一定会去光临一下哈。好，接下来有。好想问问这位女生粉丝，唯一一位女观众，从中一点。哇，你好，而且很来来来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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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喜欢康哥什么？不知道以为。嗨，你好，来宾，请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韩智恩。韩智恩，请问你三围是？32D23 33。是，请问一下，你怎么什么时候注意到我了？我会爱上康哥，是因为之前报道说，就是康哥从来不让老婆剥虾子。哦。然后就是他觉得是一个体贴的男人。然后社群网上常常晒就是小孩子的照片。是是是。就觉得康哥很棒。谢谢谢谢谢谢谢，是不是因为不让老婆剥虾子是有原因的？嗯，因为女孩子你看像多多少都会有指甲，是好，那你觉得一个女生手指甲这么漂亮，然后手油油的，怎么会好看？对嘛，一定是我们自己这边主动嘛，然后而且剥的时候我们当然我们也不能太肉嘛，我们剥剥要吃吗？剥好了，嗯，多好。这样不肉麻，这样蛮肉麻，这样肉麻啦，对啊，都蛮肉麻。我以为很自然。你说什么？你眼里只有我。对啊，康哥是理想的老公类型。我有点，有点白内障哦。理想的老公，你现在几岁啊？我现在24。24，想结婚了啊？嗯，还。还没有，还没啦，可以。现在是有男朋友的吗？有男朋友。你这样讲出来，我待会会不会？不会，他也很喜欢康哥。同行卖照，他也喜欢康哥。你喜欢我？嗯，好，谢谢谢谢。今天的心愿是？今天的心愿就是我很喜欢康哥的身材，想要摸杀康哥的肚子。他把你当弥勒佛了。摸了会好运？不是啊，那不是土地公，摸一摸会有财。对，这不搞到财神爷了。哎，可是你怎么那么熟练？可以摸吗？来，摸，就这样。我跟你讲，摸到这个肚子，你可开心了，我跟你讲。真的吗？怎么样？对，上一次摸到，现在亿万富翁了。真的吗？那我可以再摸一下。可以，印尼摸一下。Bobby 什么？好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不，还是一个建议啊，这种东西尽量不要用捧的。如果在后面。然后也不笑，这样，而且穿黑的，都穿黑的，对，是退货。为什么都是穿黑的？酷啦，就兄弟，好，来那个答谢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来，谢谢你们来，谢谢。对，好开心哦。对啊，开心哦。其实像那个发哥啊，周润发哥，其实他给我们立一个很好的典范，就是说。当粉丝要跟你拍照的时候，我们要欢喜迎合。其实艺人不伟大，伟大的是喜欢我们的粉丝。对，没错。他们怎么会？对，喜欢我们。而且他为什么要为了你，然后做一些浪费他生命或者是浪费他时间的事情？不是，是真的，他是为了你，对，是父母。而且每一次啊，就当有各位朋友跟我们要求拍照的时候，当然尽量就是口气可以好一点。但是我们都不会拒绝，所以我们没有资格拒绝，而且我们是很开心的迎合。对，比如说你就讲到粉丝就说跟我拍照这样，康哥，我也跟你拍照，没有问题，那什么问题呢？我叫吃啊，你叫吃啊，你也太主动迎合了。对，就是说我们要这个谢谢所有粉丝喜欢我们，然后今天很高兴你们来到现场啊，那个今天就曲哥请客啊，大家去吃饭，去，谢谢大家，这是输的请客的意思吧？